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介绍这个同类疗法的疗剂，另一个灵丹妙药，它名字就叫做野国 Rhus Toxicodendron。 Rhus Toxicodendron 野国，我们叫 Poison Oak。 我们要了解野国，帮助大家记到呢，野国呢，你就想下一个情况，就是那个生了锈的门教。OK， 生了锈的门教呢，大家会知道啦，是初它是很紧的，很僵硬，很紧的。咁同埋呢，你初喐它的时候呢，就是叽叽声，即是很多门教声，即是它不畅顺的。尤其是初喐它的时候，但你越喐呢佢就越顺，越喐就越顺。Rhus Tox 野国呢就係、是、适合呢啲嘅人嘅关节嘅问题。好多时候呢我会用喺啲关节上嘅问题，腰背痛啊，或者关节啊，扭伤啊，旧患啊咁。咁佢主要嘅感症状呢就係、是、觉得係好僵硬嘅。咁、尤其朝头早一起身呢，佢觉得嘩佢係好实嘅。咁佢呢就好需要呢去做运动啊，去喐动佢啊，多走动啊，咁慢慢做返呢就暖返咗之后呢，佢就会觉得舒服啲啦。咁佢嗰种僵紧啊嘅问题呢，好多时候呢就会中用热水啊冲下佢啦，或者用热敷咁样。咁天气方面呢，佢就好怕啲潮湿啊，冻嘅潮湿啊，或者呢佢个问题呢可能去出面露营。在个落雨天那里去露营呢，跟着回来呢就出现健康问题，可能那个伤风啊、鼻窦啊，或者是关节出现问题。所以野国呢是第一个应用的地方呢，我们会想到呢就是在关节上的问题，不同是类风湿的关节炎啊，长期的腰背痛啊，或者做事做得多啊，通常呢野国的病的背脊的病因呢就去搬嘢搬重嘢，咁整伤咗，跟住之后呢嗰、那个背呢就成日觉得都好
好紧嘅，咁但紧得嚟咧又想喐下佢，但初初喐就好痛，朝头早瞓醒咧个就好痛嘅，腰背好僵紧好痛嘅，咁但系咧佢就觉得要咧系要喐佢，要舒展佢，喐多啲咧，佢就越喐咧就越舒服嘅。同埋咧就冲热水凉啊，最好噶啦，去按摩啊，冲热水凉啊，做桑拿咧，就对野国嘅人咧就非常之好嘅。咁所以野国用嘅嘅范围咧，可以咁讲咧，喺关节啊、风湿啊、旧患啊、扭伤啊，导致嗰个关节僵紧咧，呢个系第一嘅用得着嘅地方嘅。第二个情况我哋用到咧。就是那些皮肤上的问题，有时候呢皮肤呢出现那些水泡，有黄的液的水泡，那这种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叫做是那些 poison ivy, poison oak, 就是这种这样的植物呢，野国的植物呢是接触到呢是出现皮肤这种敏感的反应，通常呢就会很多很多水泡的，很大粒，还有些黄的液体的。咁呢種嘅情況咧，佢都覺得咧，就如果攞熱敷會舒服啲，譬如沖熱水涼咧，令到呢啲咁樣嘅痕嘅水泡咧，會舒緩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呢種嘅可能因為接觸呢啲咁樣嘅植物嚇、野國嘅植物出現呢個問題，或者可能係疱疹可能係不同地方嘅疱疹譬如喺生殖器官嗰啲疱疹啊，或者喺面啊、嘴唇周围啊呢啲咁样嘅水疱性嘅疱疹咧，野国都一个好好用嘅疗剂嘅。仲有一种情况咧，就可能咧，只系皮肤咧就系、是、出现红疹啊，好痕好痕嘅红疹嘅。咁通常咧，如果你觉得咧即系又热敷佢舒服啲，同埋个人咧令到个人好不安，成日要辗转反侧喐动嘅咧，呢种咁嘅情况嘅红疹亦都好好用嘅。仲有一个情况可以用嘅系就嗰啲那个喉咙痛，声音沙哑咗啲朋友觉得佢咦，点解佢嘅声音好似沙哑咗嘅？咁尤其是咧系朝头早起身咧，初初讲嘢咧就好沙嘅，但系讲下讲耐咗咧。讲翻纯咗咧，咁又冇咁沙啦。咁呢个系野国嘅症状嚟嘅。有好多时候咧，我哋遇到嗰啲细蚊仔嘅出水痘吓，咁三只主要嘅疗剂嘅啫。咁野国咧系其中一只啦。咁另外就系嗰个白头翁啦 ，Pulsatilla 啦，就系嗰、那个antimonium tart 一个梯嘅疗剂嚟嘅。咁但系咧，野国同埋嗰个 Pulsatilla 啦。白头翁咧系主要首选嘅疗剂，系处理嗰啲水痘嘅咁通常咧嗰、那个症状就系、是、野国就系、是、个就系红啦、痕啦、好不安啦、热敷会舒服啦咁但系白头翁咧就系、是、冻敷会舒服嘅，系两者嘅唔同嘅地方嚟嘅。好啦，咁另一个情况我哋用得到咧，就系、是、啲感冒一感冒。咁如果有时你发现呢个感冒咧，个主要嘅症状咧系好僵硬好僵硬嘅呢种嘅情况咧，系嗰、那个系一个野国系一个主要嘅可以用喺感冒呢方面嘅疗剂嘅。咁野国人咧通常咧就系、是、好勤力嘅做嘢咧就系、是、即系好一定要不断咁做嘢先舒服嘅，尤其是不断要去运动有啲人咧。唔運動一日咧就好唔舒服嘅。如果佢去到去度假或者佢就冇機會做佢平常做嘅運動咧，佢即刻咧度假翻嚟嘅人即刻病咗嘅。咁即係野國嘅人咧就係咁樣嘅，佢要運動先舒服，喐動先舒服嘅，周身冤痛咁樣嘅。咁另外一個療劑都有呢種情況咧，就係、是、嗰、那個Ignatia 啦，呂宋果 Ignatia 呂宋果咧都係嘅，佢有一個比較。吕宋果个 ignatia 个情况咧，即系佢哋嘅做运动咧，就因为佢要 keep fit 又佢有一个好即系好完美主义嘅，个身体一定要咁样去做keep 得好 fit 好好嘅。咁但嗰、那个野国咧就做运动嘅原因咧，佢就觉得个身体好僵硬夜晚瞓瞓一觉瞓到咁上下咧唔舒服噶啦要走出去咧去出边跑步咁样，咁佢先瞓得着嘅。咁呢个咧都系一个野国嘅主要嘅症状嚟嘅。OK，
OK， 咁而一个可以咁讲咧，系好好用嘅，好好用嘅。而一个人咧都系脚踏实地吓，佢做嘢好，或者系好勤力嘅做嘢嘅人。佢个野国嘅人嗰个底子咧，好多时候咧系个碳酸钙吓，你大家认识咧，碳酸钙呢种疗剂嘅人咧，都系咧系好勤力做嘢，好有规律做嘢嘅。咁野国咧通常都系呢类嘅人，但系咧佢可能咧过分粗鲁啦，做得多啦，跟住伤咗啲关节咧，系搞出现呢个嘅现象嘅。OK， 好，呢个另外一个灵丹妙药野国 Rhus Tox。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